好，今天的好物推荐呢，要介绍大家一些出游置物的好帮手。首先要介绍的是可外带型吊床型置物袋，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只要勾住前后的椅座头部即可。旁边有伸缩带可以调整，可是要注意的是底部要碰得到椅子，避免它悬空。平常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像这样的放置。下雨天用过的雨伞啊，也可以放在里面哦。它的内部还有贴心的防水设计，这个可以轻松放入，且方便清洁。下车也可以轻松提取，很方便哦。现在要介绍这个是 PNS 的椅边置物袋，它是防水材质，不易变形哦。除了可以放一些日常小物品啊，像是面纸啊、湿纸巾、笔啊。它上面还有一个可以放发票、名片啊，它的下方还有一个拉链袋，可以放一些零钱，非常方便哦。它不占空间，轻巧好收纳，也可以使用在其他位置哦。现在要介绍的是车用椅间防护收纳袋，面对突发袭来的紧急刹车，后座的小朋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跌到前面去，非常的危险。现在有了这个，就多了一层防护哦。它还有收纳的功能，它可以放置卫生纸，方便我们好抽取，也可以放置雨伞或者是饮料杯等小物。高弹网面，不易变形。它的四边伸缩挂钩的设计，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放置使用，使用的灵活性也很高，真的要推荐给大家。关注我们，获得更多好物推荐哦。